现在网络直播，现在直播，现在网络直播，现在直播，现在网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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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是机器可以移动了吗？不能，小沙岗，我搬到楼下。你如果看不到哈，你就跟大家。幸好外面没开还是怎样？外面是什么？电视啊，电视开啊，不是吗？没有啊，又被关掉。没有荧幕，没有。表示外面也可以看到荧幕。有的，有开啊，特别用的。这样拍得到吗？我先去看，放个门开开。对，放个门开开先。对，这样。又没开。特别好。圆满大手印，
觉悟无所得。行船真佛法。红遍五大洲。光明若华语。滋润众生灵。像下雨的感觉。人人得成就。
轮转无休息，圆满大手印，觉悟无所得，唐传真佛法，红遍五大洲，光明若华宇，滋润众生灵，人人得成就。轮转无休息，哇，这么多人圆满大手印，觉悟无所得，唐传真佛法，红遍五大洲，光明若华宇，滋润众生灵，人人得成就，轮转无休息。两个助教，还有另外一个助教。好，两个助教，一个助教过来。师尊在中间，助教，对，阿敏呢？助教呢？都挡住了，都拿着太大力了。照到了，等一下，这边要再低一点，用 camera 这边挡住，然后再过来。那个助教，对，不要再过来，不要太用力哦。你小心你的手不要太用力。OK，Just come on，Just come on。OK，One more。好，丝瓜甜不甜？甜。感恩师尊。我们拍照好了，看吧。Down the basket。Down the basket。OK。OK。好，口袋里面有什么？钱。谢谢。看网路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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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网路这里。OK，OK，OK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Good， 很好 ，OK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哥哥。拿好，拿好了。一点点用力我都不敢看。
哎，亲，可以同步看一下手机吗？那个网络或怎么样？这个我们不习惯去里面。那谁的可以看？下一个是打开看看。对，我们把那个有没有屏障可以看吗？那谁可以？声音外面听得到吗？可以，外面听得到。那个喇叭可以听得到，听得到，听得到。电视也有小电视。电视在外面听得到。这样放好。自己做了。那边应该让他们进来。OK， 可以进来这边。有些可以过去那边。我们请圆觉堂住持敬献哈达，表最崇高敬意。崇高是很多的意思。会主，花钱鬼。我们恭请象征开示。我们先敬礼两名和尚，三家圣空上师，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，卢登达尔吉上师，敬坛城三宝。这个关岛的圆觉堂啊，今天到关岛圆觉堂，那么也要跟大家做个称呼，先称呼师母啊。啊，各位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堂主。还有各位同门，还有网络上吗？有哦，网络上的同门，还有还有贵宾没有来啊？姚大使没有来，他今天要先休息，他今天先休息。哦，看处长，对对。跟外面的声音很高，外面声音比这里大，外面的喇叭声音高。好，知道了。好，大家晚安。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看了这个圆觉堂以后呢，自己感觉到这个原来世界这么渺小。
如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欢迎贵宾。欢迎少，欢迎你们。外面豆酱。啊，虽然圆觉堂看起来很小，但是非常的庄严。佛像呢，非常的摄众，啊，佛像非常的摄众，那么也能够一样的佛光普照。因为圆觉就是，圆觉两个字啊，就没有什么可以讲。已经觉悟了，还能够讲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讲笑话。哎呀，我看第一个笑话是什么？天哪，这个笑话！一个孙子跟奶奶要钱，奶奶说：“你们学校怎么老师要交钱？这次交钱又要做什么呢？”孙子就讲：“买校服。”那奶奶很生气的说：“我又没有死，买什么校服？”孙子说：“全校多得买。”哦，奶奶这时候才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你们校长死了。买校服是学校的制服，他把它听成那个带校的校，带校的校，买校服是这样子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误解这个圆觉堂。因为当初我在台湾的时候，人家讲说圆觉堂有多大，谁讲啊？谁回答的？知道啊。就圆觉堂这边有人回答，他说大概十个人就满了。我看现在不止十个人，不止，四十个人，是有一十个人，包括里面还有，对呀、啊。所以有时候不要误解，不要误解。其实圆觉堂，活菩萨的庄严最大，也是最大。这有一个笑话哈，有一个黄奶奶哈，这个写给她的孙儿子的一封信。这信是这样子写：亲爱的儿子阿强，我这封信写得很慢，因为知道你看字不是很快。你爸爸和我已经搬家了，不过地址没有改，因为搬家的时候啊，把门牌也带过了。这礼拜啊下了两次雨，第一次下了三天，第二次下了四天。昨天我们去买披萨，店员问我要切成八片还是十二片，我说八片就可以了，十二片吃不完。我给你寄去了一件外套，因为怕这个邮局寄信啊超重，所以就把扣子剪下来放在外套的口袋里。
最后告诉你，现在工作很难找，本来想寄点钱给你度年关的，可惜信封已经封上了。这个奶奶写的这个家书啊，我觉得它也是有含义的，其实什么都不用讲，就是严谨。哦，到了什么话都不用讲的时候就是严谨。其实他写的那封家书啊，其实也是等于什么都没讲，也都是这样这样。但是他写的很好，这个家书很感人，处处为那个想，对，为众生想，讲的等于没讲。但是其实也是无所得，我刚刚也写无所得，什么都是无所得。严觉的时候啊，你就知道什么是无所得。啊，不了解的人认为说我已经得到了，那还不了解。真正的得到还是无所得。有一位女客人住宿在 hotel， 结账的时候发现账单是5000元。这个女客人呢、向经理抱怨：“我们光住宿一晚你就收费5000元，太贵了吧？”经理讲：“这是一般收费，我们有布设游泳池、健身房，还有。”WiFi 可以使用 ，WiFi 可以使用。女客人讲：“我完全没有使用，何来收费之说？”经理就讲：“我们有提供，只是你不自己不用。”这时候，女客人打开钱包付账，只见女客人掏出一张1000元大钞，放在柜台。这个经理着急的回答：“啊，女客人讲放在柜台，女客人就讲我只付1000元，其他的是扣除你跟我上床的4000元，扣除4000元。”这个、经理非常着急的回答：“我哪里有？”女客人讲：“我有提供。”你只是你自己。告诉大家啊，这世界上本来是很平等的啊。其实有时候讲起来都好像是很有道理，这个经理讲的也有道理，那个女客人讲的也一样有道理，都是有道理，但是其实都是歪理，都是歪理。你真正学佛的，你要知道，法真的佛法跟假的佛法，哦，很难去分辨。但是你如果了解到圆觉两个字的时候，你已经明白圆觉两个字的时候，你就不容易被混淆，被混淆。因为圆觉只有一个答案，没有两个答案，而且没有什么理由，而且是绝对，再没有比这个绝对更绝对的东西可以比。所以我常常提到开悟两个字，开悟就是圆觉，圆满的觉悟。那你已经圆满的觉悟，你本身也开悟了，你不可能啊、再用假的东西来蒙骗众生，用假的东西来蒙骗众生，不可能。因为你确实有了证悟，你也了解了，其实一切的蒙骗都是没有用的，哦，那个都是
还在有的境界里面，真正到达了圆觉，也就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也所有一切都是假，没有一切，没有什么真的，唯一的绝对，那才是开悟。啊，我只能够这样子讲，因为一讲出来，有人讲说哦，开悟就是什么，我一点都不感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所讲的开悟，跟我理解的开悟，真的差得非常远，差得非常远。哦，还有印证人家开悟怎么样？其实稍稍微这个提几个字，马上就可以明白。那、啊、如果是假的，他讲了很多，或者是写了很多，写了天花乱坠啊，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啊，来自星星的你呀、啊，来自月亮的你呀、啊，来自太阳的你呀、啊，啊，月亮拥抱太阳啊，太阳拥抱对，啊，月亮拥抱太阳，对对对。太阳拥抱月亮，月亮拥抱的月亮，拥抱太阳的月亮，拥抱太阳的月亮，对，其实都是在演戏啊，都是演戏。真正离戏了，圆觉了，离戏了，那绝对是绝对的，那就是绝对的。我讲，如果是我讲了开悟讲出来，一定有很多人不会相信啊，而且有些很多人一定会诽谤。这个才叫做开悟。你要想到为什么开悟是很多的众生都会诽谤，很多的众生都不会信，为什么？不是开悟好像是说哦，我已经地开悟了，哦，我已经水开悟了，我已经火开悟了，哦，有的讲我已经风开悟了，有的讲我已经空开悟了。其实它本身是有一个道理存在的，有一个理存在，但是这个理你悟到了，你也没有办法讲给大家听，因为讲给大家听的话，有的人根本也不会相信。是的，所以圆觉是非常高深的啊，一个佛最顶级的佛法，最顶级的佛法。这几个这个。再讲一个笑话吧。早上唐僧醒来，看见悟空暴死在地上，死相惨不忍睹。八戒跟沙悟净一直哭个不停，忙问悟空怎么死。八戒边哭就边说道：“师父啊，你昨晚讲梦话，讲了一个晚上，你都是在讲紧。”念紧箍咒，所以孙悟空死了。讲梦话，讲梦话，其实人间就是这个样子，讲梦话也会死人。这个唐三藏取经啊，队伍到达了贫困的山区，几天都要不到吃的。悟空因为要保护师父，只好让沙和尚跟八戒去远处城里找吃的。啊，第一天去空手回来，因为没有钱；第二天去还是空手，也是因为没有钱。悟空大怒，再找不到吃的就别回来。第三天傍晚，这个沙和尚高高兴兴地背着一大袋米，还剩了很多钱。悟空非常欢喜，问八戒呢：“这个
沙和尚顿时伤心地哭道：“大师兄，原谅我吧！咱们这么多人，就只有二师兄能够卖到16块钱一斤。我是这样子想，不管是任何一个人，不管你是任何一个人，都是有用的，都是有用的。所以，这个有时候你们也是可以卖的。任何一个人都有用处啊。不要以为说猪八戒没有用处，其实真正紧急的时候，猪八戒还是有用处。我的意思是这样子讲的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用处，但是我们行者是这样子，在用处方面，就是说，你不要换了业，换了业，换了业。就会变成没有用。你如果是有这个做任何事情都可以，最重要就是不要换业。像开悟的人一样，很多开悟的是怎么样子，就好像是说你能够操纵你自己，你能够操纵你自己，可以自己要往东往西往南往北，但是千万不要造业，这才是开悟。你能够任运，也就是说你已经能够任运了，开悟了，你已经能够任运，你做什么事都可以，但是就是不要造业，他的意思是这样。所以现在有很多我们宗派里面有很多开悟，但是开悟了以后，他好像不管怎么样，他还是在继续造业，那么那个悟是没有用，那个开悟是没有用。这是传过来的笑话。嗯。其实个子矮是非常可悲的。他这样子讲：你的矮是终身的，我的胖却是暂时的。胖比矮还好，因为胖他可以把它减瘦。矮它不能够增高，矮不可能增高。但传过来笑话蛮好的，人生有四大悲哀，就是久旱红甘霖，那么只有一滴。他乡亦故知，结果是债主。债主。洞房花烛夜。是隔壁的人在动啊花烛。金榜题名时是做梦。好可怜，好悲哀。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啊。猛的一看你不怎么样，仔细一看还不如猛的一看。更惨。生活中一大半的麻烦是由于你说 yes 说得太快，说 no 说得太慢。这个师尊常常犯的毛病，说 yes 说得太快，根本就不会说 no。这是我的妈妈。怀旧不是因为那个时代有多好，而是因为那个时代啊，那个时候你年轻才会怀旧。
这个有一只蜈蚣被蛇咬，为了防毒液扩散，必须截肢。蜈蚣讲：“幸亏我的脚多。”这个医生安慰他：“兄弟，你要想开点，以后你就是变成蚯蚓。”这个我们人生啊，人生的事情非常难讲，非常难。每一件事情你遭遇到了，你就知道苦的所在。遭遇到，你就知道很苦。那么要怎样才能够免去这个苦呢？其实我自己想，我现在是想，人没有办法免去这个苦，因为很多事情也是无缘无故你就会遭遇到，无缘无故你就会遭遇到这些苦。啊，其实我们并不想要这些，但是你就是会碰到。这个时候你要退一步想，我不一定要当蜈蚣，我也可以当蚯蚓。不一定当蜈蚣，也可以当蚯蚓。你无论怎么样子的变化，还是人生。那我们觉悟了以后呢，就会减少痛苦。啊，开悟了以后，或者缘觉了以后，这个痛苦自然就会消除掉。你如果没有开悟，没有缘觉，啊，痛苦永远都在我们身上。因为世间都是无常，啊，演来演去，有时候的变化是不一样的，让你想象不到的。地铁上的广告，你挤吗？挤就是大家的拥挤，拥挤的挤。买辆车吧，这个是出租车上的广告。你塞车吗？那么你就坐地铁吧。啊，这是地铁的广告，每个讲的都很有道理。好，每个讲的都很有道理。其实世界上道理很多，开悟只有一个答案，缘觉也只有一个答案。谎言跟誓言的区别在于，一个人是听了以后当成真的，一个是说的人当成真的。哎呦，这个是很有哲学味道的。啊，谎言，一个是听的人当成真的，一个是说的人当成真的，其实都是假的。经济学家讲，资金流动才会增值。后来是发现，是我的资金在流动，别人的资金在增值。就是有时候你投资一样东西，是你拿资金出来，但是别人赚钱。我讲过一句话，好朋友或者宗派里面不要招投资，啊，宗派里面不要招投资。这好朋友呢，你不要投资好朋友，因为好朋友为了钱赚得多了，就分配不均，分配不均就会吵起来；赚得少了就开始打架，赚得少了。大家都赚得少，就有些人一样，朋友就会分开。赚得多了，就分配就不均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不管赚钱还是赔钱，好朋友千万不要互相投资，是这样子，到时候都会有
宗派里面也是一样，啊，发生几件这个堂里面投资的事情，啊，这个都是不太好的。这个这个人不犯我啊，我不犯人。人若犯我，礼让三分；人在犯我，啊，犯我，我还一针；人还犯我，就斩草除根。这个在佛法里面应该是讲是这样子。我今天中午记者会有讲。好像师尊这一辈子从出道到现在70岁，还是天天招人犯我，人犯我。但是呢，今天中午的记者会我就讲了，根本就没有外境，也根本就没有诽谤，也根本没有人犯我。你缘结就是这个样子。哦，那个记者如果是非常聪明的话，他可以悟到这个，可以悟到这个，所以不用烦恼啊。这个你出了家，不出家还过得蛮悠闲，出了家哈，你就悠闲不起来，悠闲不起来，烦恼就更多了，对不对？不用，因为。每一天都会过去，哦，你不用烦恼这三天嘛，关岛才三天的日子，是什么 potato chip？ 师尊都看不在眼里，对不对？那你烦恼那么多干什么？那反正今天星期几？星期天。啊，拜天啊，很快的，下个礼拜天就到了，很快的，一个礼拜就很快就过去了，有什么好烦恼的？过了就过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办得好，办得坏，反正你们吃得饱吃不饱跟我无关嘛，我猜。那个啊，连到这个吃得饱就好了，不管他了。对不对？反正一个礼拜以后，大家云消雾散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，我当我的和尚，敲我的钟，不用烦恼什么的。我烦恼三天了，我烦恼70年。哎。已经70岁了嘛，从出生一直痛苦到现在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开悟了以后就全部都了。关岛是一个比较小的这个法会，在我们来讲，我们从来是不把它放在心上。那你把它放在心上干什么？对不对？哎，压得你太辛苦了，要懂得都会过去的。三天呐，你看这些人这么多啊，来了这几百人，这个啊千人啊百人千人，虽然人很多，但是各有各的盘算。你也有你自己的盘算啊，他们也有他们的盘算，你不用算他们的啦，你算你自己的就好了。你也不用烦恼，因为这三天很快就过去了。你说师尊烦恼70年，还不是都过去了？何况你这三天。不要自己压自己啊！天天在那边想，师母这个这一次没有来，他主要原因是，当然有很多了，他很忙，而且他。
台湾那边要报税，期限到了，而且5月21号要回美国，你不能回美国，台湾的税还没有报，所以他要整理很多的税。那第二个原因呢，在这一段最忙报税的时刻，你又增加了400条的问题给他。你又增加了400条问题给他，他已经吓得都皮都在抖了，他都不敢来。哦，这个蝙蝠身上这个插鸡毛，这是你算什么鸟？我搞不清楚这他的笑话是什么。这个插手粉进棺材是死要面子。茶壶里的水叫滚开，滚开。油呢用不起，路呢走不起，学呢上不起，病呢看不起，房子呢买不起，菜啊吃不起，债呢是还不起，状呢是告不起，官呢是惹不起，这个哇哇是养不起，爱呢是伤不起，良心是对不起，我们竟然还活着，实在是了不起。我早以为，我始终以为圆觉堂早就完了，现在还活着，真的了不起。小时候呢，幸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长大以后啊，简单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哇，这是哲学，很有哲学味道。不要太在乎自己的长相，因为能力不会写在脸上啊，不会写在脸上。等我有了钱呢，我就带我最讨厌的人去最好的精神病院。不要一黑了就能够掩盖你的白痴的事实。白痴的事实，白痴的事实。要不是老师说不能乱丢垃圾，不然我就把你丢出去。这笑话。来，这个不玩了，不跟他玩了。这讲很多事情都是有因果关系的。事实上，圆觉堂。这是顶级的称号，顶级的堂。圆觉就是佛，圆满的觉悟就等于佛，是最高最高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不应该有什么烦恼。不应该有什么烦恼，就像我写文章一样，每天只是写一点点，也不去烦恼，那它一切自然来，一切都自然就。这里有一个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。什么是不昧因果呢？他举个例子给大家听。老总打电话给秘书，这几天我陪你去北京玩一玩，你准备一下。
秘书打电话给老公，这几天我要跟老总去北京开会。老公打电话给情人，这几天我老婆不在家，你要陪我。情人打电话给舞蹈学生，这几天老师有事，停课自习。这个舞蹈的学生打电话给爷爷，这几天不上课了，爷爷你陪我玩。爷爷给秘书打电话，北京去不了了，孙子要我陪他。秘书给老公打电话，老总突然有事，不去北京开会了。老公给情人打电话，老婆不走了，下次再说。情人给辅导学生打电话，这几天照常上课。学生给爷爷打电话，老师说这几天要照常上课。这个然后这个老总讲了一句话，这个狗屁小孩害大家都没得玩。这就是因果关系。你看我没有准备什么，就只背了一叠笑话。不过这一叠笑话里面呢，很多的存在的这个哲学思想在里面，其实因果也有，缘觉也有，开悟也有，不造业也有，什么都有。那么看看你怎么看这些笑话。我妈那边。我们非常感恩诸多点赞、投票、捐赠，恳请孙先生先生马上看到。我看是这样的，这个很多人有进来过吗？你在关什么？但是他那边下去是楼梯。后门那边走下去就楼梯，是一个山坡的，不是。那楼梯下去能不能转？能不能转？是可以转出去了，但是楼梯下去就慢一点。这个门很窄，可不可以这样啊？可不可以这样？这里外面的门更小。这个门更窄呀，只能一个人。这个门一进一出就没有。但是没有人进到圆觉堂了，他们那么远的人来了都没有看到圆觉堂。他们可以从这边进来，从后门进去，可以，应该慢慢的走。慢慢走，下楼梯慢走，你就好了。三，左边有没有多少人？应该有300到400。300到400，如果刚刚又下大雨。哦，有下大雨，外面下大雨。对啊，大家都穿雨衣。师尊，你刚刚不是写一个雨吗？然后怎么这样？我说好像下雨一样，导师这样下雨。一阵子，现场都没看到。就是选那个，路线都有。好吗？就这样吧。后面它还有一些空间可以容纳一些后面。我的后面要做容纳。那种走廊来着，走廊面是这样才到。我们那边已经有路线。这个可能要是稍微再推后，我会更热烈。对吧？我们打电话说
要加起来的，所以说手部手部可以的，好吧，来吧，抓紧看，一起一起一百来，帮你讲一下，老板，手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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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
Thank you.
来来，一空。Thank you.